超蓝好友名单都是国际巨星，开出来的名单我都觉得他们应该都请不到。梁朝伟、金城武，金城武你也熟？熟啊！他们来台湾，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打保龄球，还有李明一。梁朝伟的屁股还只有我们两个看过。也是住在东区附近，那应该就是金城武。好久不见的曹蓝神秘大咖好友是谁呢？